I 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.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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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、啊，我子弹头了。怎么两个满血的一直在后面？感觉到他 Q 闪了，感觉该直接走。不是，看见那个眼没？没看见，主播是盲车，有眼吗？两个人头而已，这老鼠有什么用啊？等我偷牛和大的玩。他们的本质无敌的。一小兵吗？偷过钱。我曾经被关进了牢里，可是我很不喜欢。触发一下我的仙宫，还行吧，这换血其实。他没有药，我把药全吃了。尊重尊重尊重。为什么要点我？他放盐突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包 C 啊，我包 C 啊，不 C 直接喷。这人头拿了，我 counter 对线。吹不了，直接喷，好吧。别跟他站撸。我操，要不还真挺猛的。我操，只要我哥们带的仙宫啊，再征服者就不一样了。我将创造一个没有主仆之分的新世界。法传鞋，他拉扯我，撤！看大招挺赚，没大招是个垃圾。但是我没大招还是很强。他换大招绝对是血赚。假猴子吸口血，准备越塔。等不到仙宫了，来了一闪。我驾驶德玛西亚的真意。赶紧拉开。猴子爆发太高了，我出这装备都有点顶不住。人人有份，我无所归依。Shut down. Later.老鼠来了，
他俩打不过我的。要高阳才需要领头的。我是拿回来的。笑够了没有？还有直播通知啊！直播很赚、啊，我的黑暗封印直接九成了，但是我的仙宫怎么还是253？大刀配合塞拉斯太猛了，漫天飞雨，站着给他们打，他们都打不动我。手里捏个冰女的大招你也敢上来，没有炸了呢，哇25层输了，仙宫多少不知道，400块，下次不带仙宫了，不给钱。你疯掉了，错了，疯掉了！我操！你岩雀打我怎么这么痛啊？他三个穿透，我操！有点伤害。银雀打我也太痛了吧！啊！完了！我直播间，我感觉我们打野随便抢龙的。看他，我来了。
全是终结。出钩！我操！好钩！别抬我，别抬我，别抬我！不要了！连续玩得很好，真的是连续，这把我抬的烦都烦死了，搞来搞去的这家伙，后半段立大功了、啊。当然我也很关键啊，不是邀功了、啊，确实也有作用啊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